各位，你而家听紧嘅系 TVR 新闻台，驾驶新闻，我系 CL Pro。咁今日系2010年5月6日星期四。咁先同大家讲讲国际嘅消息。咁英国大选系今日举行噶。咁 TVR 喺香港嘅分台咧，将会全程为大家直击。咁如果想大家去收睇有关嘅消息的话，大家就可以而去 youtube.com/CLPro 那里收看。以下是本地消息。先讲讲体育方面，斯丹利杯季后赛西岸第二轮的第三场赛事，加人队在主场温哥华通用体育馆迎战芝加哥黑鹰，加人队是最终以2-5落败的。加人队虽然是有主场之利，但是赛事头一节已经是先输两球，到第二节曾经一度追回去2-3，但最后一节黑鹰是连入两球，将比数远远拉开到5-2完场。加人队现时是以总局数1-2落后的。下一场比赛就在星期五温哥华举行。卑斯省级法院法官获准涉嫌当值期间售卖大麻的前市警 Peter Hodgson 以6,500元保释外出。 Hodgson 的代表律师表示 Hodgson 他身心情况良好，很坚强。 Hodgson 仍然等候警方收集所有证据再作深入调查。律师亦表示他的当事人否认控罪。 Hodgson 他现在是被控贩卖大麻、违反诚信等的罪名。两名来自 Port Moody 的男子被控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和制作儿童色情影片等的相关罪名。案发在去年9月 Port Moody 的警方接到投诉，指在 Clark Road 98号路段的一家房屋有嘈杂的声音。警方到场之后发现一名25岁男子和另一名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同时亦在屋内发现是有其他的少女在进行拍摄。警方随即将男子拘捕。被捕的男子 Matthew Richard Sadlovsky将是被控9项的相关罪名。经深入调查后，警方再拘捕另一名的24岁涉案男子 Michael Brain West， 他被控以6项的相关罪名。两名的被告会在2011年的3月提堂。一名34岁的女子5月5号凌晨3:30行经温哥华 Kingsway 和 Joy Sky 71便利店对开的时候，遭一名持刀男子指吓和性侵犯，男子是事后逃去的。警方验证追缉一名相信是亚裔的男子，年约20至30岁，身高5至6寸至5至8寸，短黑发和瘦身材，犯案时是着牛仔裤、连帽外套和戴棒球帽。如果市民有任何消息，可以打604-717-2634和警方联络。由温哥华太阳报主办的一年一度 Sun Run 马拉松跑步将会在本周日举行，主办当局预计会有超过50,000人参加。五运输联线为了配合活动，公共的交通服务将会由当日朝早起作出特别的安排。架空列车的首班车和海上巴士服务将会提早半小时开出，而活动完结的时候，运输联线亦都会加密班次是疏到加拿大线就会如常服务。至于西岸快车就会在朝早和下午各增开两班次，分别在9:50和10:50在 Mission 开出，以及在下午4:50和5:50在 Waterfront 站开出。此外，活动当日会有多条岸山巴士的循环线在温市中心行驶。运输联线表示所有车票都可以预购，市民想清楚更多的有关详情可以去运输联线的网站收看。加拿大边境服务处人员联同骑警在4月捣破一个由中国入口的走私香烟集团，检获50,000条私烟，市值340,000加元，是本省历来最大宗的私烟案。行动中，警方在德鲁平原拘捕6名男子。4月15号边境的服务人员首先在温哥华港口发现一个来自中国报称是混在洗手盘的可疑的货柜，交收的地点就在列治文。关员经二重检查之后，在货柜里面起出大批的走私香烟，包括加美和中国的牌子。边境服务处就即刻是联络皇家骑警是协助，而骑警是经过调查后4月19号先后拘捕6名的涉案男子，然后
案件进行调查。警方表示，检获的假烟如果成功流入，将会损失超过过百万的烟税。有本地的养蚝业界指出，由于受到墨西哥湾漏油的影响，令到本地的蚝业供应减少，预计出产亦会受影响。业界的代表表示，虽然蚝价未见有上升，但墨西哥湾漏油情况严重，未来的时间销售将会下降一成。本国蚝业一直都是以出产为主，2008年就有5300吨的蚝系出产，市值是620万元。这条长约40尺、相信已经成年的灰鲸，在5月5号下午是游入去福溪的 Granville Island 公众市场对开。灰鲸更不时浮出水面喷水，引来大批的市民观看。而有市民亦都是坐观光的海上巴士，希望能够较近地观鲸。警方、温哥华水族馆人员和渔护署的人员已经是到场，并是将灰鲸出没的400米范围列为禁区，禁止船只驶近。现阶段是想办法是将灰鲸引到去福溪。事发在5月5号的中午，一架福溪的海上巴士的船主是发现一条灰鲸在公众市场是对开出没，就立即报警。温市府有意再次增加善内单车线，计划拨款2500万增设共55公里长的单车线，希望可以在10年内利用单车代步的市民增至一成。市府职员向市议会提交的建议报告中指出，增设单车线是令温哥华实现在2020年前成为全球最绿化城市的重要项目之一。市府亦都是计划将单车线延伸去其他城市的，不好像是温哥华去二浮那样。市议会预计是在5月6号晚就会就计划的投125万拨款进行投票表决。温哥华警方正寻求市民的帮忙，寻找一名17岁韩国籍的失踪男子。他最后露面的地方是4月12号早上8点离开西12 Avenue 及 Arbutus 街的寓所。失踪男子 Daehong Daniel Kim 5尺9寸高、140磅重、黑色短发、棕色眼睛和戴眼镜，无人知道他当时身穿的衣服，但相信他有大鼻是更换衣服的。他热爱玩网上的游戏，拥有一部手提电脑，性格内向、文静和较少同人接触。温哥华的警方呼吁，如果市民是发现他的行踪的话，请打911或者打温哥华警方失踪人口小组604-717-2539。跟着同大家讲讲本省天气。同大家讲讲本省的天气啦。星期四朝早渐转多云，最高气温14度 ，UV 指数是4。星期四晚多云，最低气温6度。星期五至星期二都是阴晴不定噶。最高气温介乎16至18度，最低气温介乎6至8度。咁睇睇大陆平原的 Victoria， Victoria 咧讲紧系星期四是天晴啦，朝早系阴晴不定噶。最高气温13度 ，UV 指数是高。星期四晚就是间中是有云的，最高气最低气温是5度。星期五天晴，最高气温15度。星期六天晴5至17度。星期日天晴7至16度。星期一和星期二都是阴晴不定，气温有6至17度。再次在这里呼吁大家收看我们 TVR 制作的英国大选的特辑。这节加西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您的收听，再会。